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相遇，有些人的相遇注定就是个劫难。很喜欢杨绛先生的一段话，人生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。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，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。有些人执着到擦干眼泪继续爱你，有些人冷静到权衡轻重的放弃你。生不逢时，爱人逢人，所到之处皆是命数。这场劫难是我的命中注定，我从未后悔过彼此的相遇，只是觉得很遗憾，付出了这么多，最后还是没有换来一个完美的结局。但我坚信，有趣且浪漫的我，在未来一定也会有人朝我的方向拼尽全力的奔跑，只是此生再难遇到那一个让我奋不顾身的人了。找不到退路，在夜深人静。